哇，怎么回事啊？一大早的。哎，这够长吗？这玩意这么刺激的呀？直接给你崩到那个奔跑吧里面去。你们这边像是一个比腿戏的比赛。哦，刚才忘介绍了啊，筷子兄弟。欢迎大家来到兰州市全民健身中心。刚才我们各位都在附近的公园兜了一圈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你们去的公园的风景怎么样？很好，我们那个是在黄河边吧？对，好多人。其实兰州的环境和之前相比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。早年间，兰州就被称为卫星上都看不到的全国污染重点城市。到现在一抬头就能看到天空中的兰州蓝。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，兰州人他们是背着冰块上山去种树，绿化荒山，然后到现在打造出了全国最长的沿黄河的绿化带，就是包括各位去的两个公园在内，一共有16个这样的公园，真的是让我们的母亲河成为了造福人民的幸福河。接下来每一趴都会有我们来自各行各业的市民朋友跟你们合作，关于怎么选择的提示会给胜队，晨儿哥的完成的用时更短，所以我们恭喜绿队获得了第一趴的胜利，可以获得一个重要的提示。就这是我们的信息，对，不能给对方看，不能给对方看。非常，你这就跟没看没什么区别，是个人，对，就相当于是这么一个词。就选点难的呗，让你们。也不是，说出来吧，我们帮你分析分析。就你们这几个人，你看，就是长得帅是吧？长得帅、啊，长得帅的。接下来我们将请出参与本轮游戏的朋友们，让我们欢迎兰州水运集团有限公司，同时也是兰州市民兵应急营水上搜救排的朋友们。他们主要承担了黄河兰州段水域应急救援等重要任务，今天要玩的游戏也都是他们选出的最想体验的跑男经典游戏。10个人是吧？都是帅的。那个李晨他们组给的提示是找帅的，李晨没选的，你们就记恨他就对了。请各位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吧。大家好，我叫江志晓，来自兰州水运集团，在水上搜救排担任驾驶员。大家好，我叫朱熙，来自兰州水运集团，在水上搜救排担任忘了担任。是不是这是搜救排的？还是今儿早上刚来的？今天穿上的临时演员吗？第二个，你想想，你到底担任是什么？你现在还有时间想想。我这一趴是那个判别真假，是吧？有混在里边的。几个假的？有假的。一个呀，出来。就一个假的。大家好，我叫朱熙，来自兰州水运集团，在水上搜救排，担任。等会儿。你肯定是那个假的，你真的，你说你是不是今天早上穿的这身衣服？我们找到了导演组，你们告不告诉人家到底担任什么呀？大家好，我叫朱熙，来自兰州水运集团，我在水上搜救排担任的是联络员。哇，联络员，好，搞秘密工作的。所以就是有点不好说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因为很长时间没联络过了，有点忘了啊。大家好，我叫滕路源，来自兰州水运集团，在水上搜救排担任的是驾驶员。我们前天晚上的船是您开的吗？是我开的。哦，那个船飞快、还掉头呢。对，大家好，我叫庄新忠，来自兰州水运集团，在水上搜救排担任潜水员。大家好，我叫李彦军，来自兰州水运集团，在水上搜救排担任无人机飞手。大家好，我叫蒋芬丽，来自兰州水运集团，在水上搜救排担任潜水员。潜水员，记住了吗？我们可以先挑，对吧？我们的线索是需要找反应够快的人。联络员显然就留给你们了吧。联络员反应才快，对，他得第一时间联络，他只是口齿不快，他联络好了之后，你的驾驶员才能过去，然后你的搜救员才下去，你知道吗？那联络员一定留给你，好吧？我们就选联络员，我们就要联络员。好的，那联络员先请出列。不，我们再考虑一下，要，我们再考虑一下，要，就要联络员。
就要联络员，请就位。好，来。我跟你说，这所有人里面就他一个联络员，他绝对有他的特殊技能。那我们就选无人机操作员和第一位这个潜水员，好吧？你们再选一位，我们再选一位。我们选那个刚才提醒联络员的那个哥哥。行，听你的。我好像这位。可以。刚才联络我在水上搜救牌担任的是联络员。刚才联络我在恭喜你担任的工作。恭喜你把两个假的都找到了。就他俩昨天被提了，这是联络员背后的联络员。对，后面那个联络员。联络员。这是联络员的提词员。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开始游戏了，这个游戏的名字叫你要几碗牛肉面，请领取任务卡。游戏改编自第三季西安美食特辑，你要几碗胡辣汤。两队分别派出两位成员坐上飞椅，剩余八人交叉站成一排，按照爆出的牛肉面碗数依次下蹲，一旦有人出错，对应的队友即刻被弹出，累计飞出次数少的队获胜。啊，他说他要三碗牛肉面，让我们三个人都蹲。咱不蹲，咱是坐椅子上那个。所以露露是一直很期待飞椅是吗？对，我最期待的。都想说我要赶上这个飞椅，我说那你来啊，那行，我要赶上我就替你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人也是这么说的啊，还另外一个人也这么说。那不对应的人错了，我们就不飞是吗？对对对，只有你对应的人错了，你才要飞。啊，那你把晨儿哥换给我吧，看着不太靠谱的样子。有人告诉你我是游戏黑洞吗？你是他，不是我，没事。我看出来了，不用告诉我。白露今天早上6点钟就起来化妆了，今天就给你卸个妆。紧张吗？我感觉坐这比弹出去紧张，是不是？真好。好，我们准备好了，来，你要几碗牛肉面？比赛正式开始。好。3碗牛肉面，2碗牛肉面，2碗牛肉面，3碗牛肉面，3碗牛肉面，8碗牛肉面，8碗牛肉面。慢了，谁慢了？你没慢，你慢了，你慢了，你慢了，我蹲了一顿，确实是慢，确实是慢了，对不对？导演，是慢没慢？慢了。弟弟准备。啊？怎么？啊？来了。你不是说好好玩吗？试一下。我看别人这样玩，爽不爽？嗯。你别玩到野哦。那我们第二轮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来，开始。7碗牛肉面，1碗牛肉面，1碗牛肉面，3碗牛肉面。哎，这慢了吧？三碗牛肉面。这慢没慢？这绝对慢了。没有啊，这慢了吧？看见了吧？这慢了吧？看见了吧？你慢了，确实是慢，这必须飞，这不飞，这慢了吧？哎，发之前告我一声啊！我头回见沙哥没狡辩，我真的，胡子都得走，胡子都立起来了。
水太深了。就是刚刚是有没有点脚吧？在前我给你准备一个救生圈，你下次带着救生圈往家里靠。你没事啊，小心点。没事，我们有救生员。好玩不？想感受一下吗？要不你们把衣服脱了来一下，来一下。不，我们主要下水想找点啥。你把我刚才的帽找上了，找上。你引导走啊。好了，我们可能难度会增加一点啊，请各位集中精力。来，六碗胡辣汤，六碗胡辣汤。什么六？怎么叫六碗？六碗胡辣汤下去，把胡辣汤了下去。什么六？怎么把胡辣汤了？六碗胡辣汤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，去了坐着去。六碗胡辣汤，你这是？手机是啥？拿出来，手机了，能不能？六碗胡辣汤，你是胡辣汤了？我刚刚多认真的在蹲，你知道吗？sorry， 来准备，七碗牛肉面，一碗牛肉面，七碗牛肉面。三碗牛肉面，哎，三碗牛肉面，哎，郑凯妈妈，联络员要下去喽！联络员，我对不住你。联络员会不会游泳啊？关键是。关键他不是搜救员，是联络员，怕进去以后联络不上了。最气人的是，这些搜救员在旁边乐，真的是太过分了！你们这个为了弥补我刚才对联络员的行径，哎，我来。好，来，你好好蹲啊！这个难一点。田总，你刚刚是不是故意想象让我下去？一碗牛肉面，一碗牛肉面，七碗牛肉面。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。来，请准备五碗牛肉面。哎，等会儿，五碗牛肉面，你是第六碗。五碗牛肉面，你是第六碗。凯哥，请准备。凯哥，他基本上我们黄队包干了。这一看就会游泳的潜水员，潜水员开玩笑呢，水中蛟龙，还行吗？真好玩，他说真好玩。还想玩不？还想下不？是不是没事？玩一次是吧？快上去吧，快上去吧，还想来一句。来吧，我得让白鹿下去一回。什么意思？白鹿，你是不是有点想下去的意思？没有，没有。明白了，这个信号我收到了。哎、不要不要，咱们开始吧。但别故意输啊！哎，真实一点，真实一点。哎，好，来来来，演的真实的啊，演的。请准备。六碗牛肉面，几碗？六碗牛肉面，几碗？几碗？几碗？对，你再玩两把。你试一个，你再玩两把。秦老师试一个。
我刚没听清，真的，我刚没听清，真的是，我没听清，我要听清，你绝对不能再下来，你相信，你再相信我一次。哎，怎么样？内斗了，内卷了，精彩不？精彩吗？来，好，各位请就位，快请入座。他这把不可能输。白鹿能听清吗？能听清。耳朵也需要掏一下水什么的吗？不用，来吧，快。哎呀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来，请准备。等，没事，白鹿老师能听清。我不像你，我不会这么故意，好吧？来，请准备。七碗牛肉面。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我服你不会打我的，对不对？别把手伸起来。我知道。你等会儿。等一下。你把手放心上走啊。等一下，我手都麻了，现在。你给我等着你们的。让秦老师飞一会儿。你是不理解什么叫等会儿吗？太突然了。我好开心啊！我建议老秦一直留在飞椅这个环节上，太适合他了。我觉得他每次在空中都会有不一样的体态。还好吗？灵魂回来了吗？等会儿。爽吗？爽。你快入座呀！请入座。啊？请入座。不对呀、啊！请入座。这一人一回吗？这。来，我们继续了。请准备：三碗牛肉面，五碗牛肉面，七碗牛肉面，八碗牛肉面，四碗牛肉面。谁？你们伙儿第一个。四碗牛肉面。这不是我啊！等会儿，谁呀？他呀。他，你是我吗？你不是他吗？他是你。那谁是你？后两个是谁？我们俩。过一回。来。《西游记》片头蹦出来的那个，真的当然，当然就从石头里蹦出来那个。我待会儿，爷爷，你还要坐得上去呢。你来这儿待。今天这个入水小高潮就是他们的内斗，绿队内卷，内卷。哎，注意力啊！你来这儿干嘛？啊？不是注意力，注意点啊！
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下半场游戏了。城市接龙，每一个人说出一个中国的城市名，后一个人说的时候要重复之前的城市，再加一个新的城市。北京，北京上海，北京上海，乌鲁木齐。一旦有人说错或重复，对应队友即刻被弹出，累计飞出次数少的队伍获胜。反正白鹿肯定全是横店。准备好了，来，开始。北京，北京上海，北京上海，乌鲁木齐，北京上海，乌鲁木齐，石家庄，北京上海，乌鲁木齐，石家庄，兰州，北京上海，乌鲁木齐，石家庄，兰州。河南是个省。河南是个省。来吧，飞吧，飞吧，飞吧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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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。从晨哥开始。乌鲁木齐，乌鲁木齐，厦门，乌鲁木齐，厦门，昆明，乌鲁木齐，厦门，昆明，上海，乌鲁木齐，厦门，昆明，上海，横店，横店。横店一个城市吗？是啊，它是东阳。不是啊，对不起，横店是个镇呐。你知道是你说错的，你知道吗？知道，这我忍不了。去吧，钱总。报应啊！来吧。哇，180旋转。他似乎是有一点点紧张啊。一二三，好，非常完美的起跳，下去，再看回放，有，难度只有5.2的动作，整体180。他下次进去就可以翻个面了，就是这样。不用了，没必要。没事，没有必要。我跟你说，老秦再弹几次就可以进跳水队了，已经快练会了。下个目标要练360，多让他练几次了。哎呦，你还知道哪些城市？挺多的，其实。李，挺多的。你算算哈。来，从这边开始。兰州，兰州上海，兰州上海，石家庄，兰州上海，石家庄，昆明。兰州上海石家庄昆明大理，兰州上海石家庄昆明大理北京，兰州上海石家庄昆明大理北京，北京，卡了，坚决的老秦的，哎呀，我不想玩了，脑子里城市很多，金华不刚说。地儿就是想不起来呀，脑子里当时是不是又是横店出现了？当时琢磨横店好像不是，是京华还是东阳？到底是什么呢？还是横店？他要再说一横店，我更来气，真的。360度，太厉害了。综合两个游戏，恭喜黄队获胜。
队获胜，你还知道？我们队输的心服口服啊！感谢参与我们游戏的水上搜救牌的朋友们。现场观看这个飞蚁的感受，可以跟大家简单聊一下吗？过瘾，过瘾。他说是现场氛围比较好，对，氛围比较好，对对。电视上看感觉没有今天这么刺激，对，电视上没有看到这个内卷的全过程，对对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乘车转场到下一个地点，下一个游戏和文化相关。然后我们请到的呢是来自出版行业的朋友们，他们已经在转场的车上等大家了。导演，你抓点紧，我这吸着呢，这个。一直没喘气儿，留在这儿是这个文管的这个保留。记得一二三，松一个，松一个，这就松着呢。真的？不信？我不信，我也不信。挠痒痒，挠痒痒，松一个，松一个。你们也会同样获得这个提示词，请沙哥领取任务。快走上去，快！提示词阅读量好像就这点儿。咱们的提示词。哎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。谈谈，好不容易赢了。绝了！主要是大脑缺氧，你知道吗？吸着缺氧，吸着大脑缺氧，忘了这是给咱的了。